1994年，道格台风重创台湾，上人走过崩裂的山路，慨叹心灵灾难毁伤大地。这一年，静思语教学跨海到美国，人文学校首度成立。本周正言法师《菩提心药：慈济的故事》第32集，让我们跟随上人广发慈悲愿力，善巧教化众生。